wow. Kung hindi mo rin ako sasagutin, pwede bang sa inyo wag mo na akong papuntahin? Kung sistema natin ay ganun pa din, at least alam ko na kung anong dapat kong gawin para hindi na ako babiyahe. Sayang pamasahe, pati ang tsokolate sa'yo. Sa d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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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g sinabi. 大家好，我是汤姆 Z， 这一台呢就是我前几天刚买的戴尔 G5， 它的配置呢是这样的，i5-10400F， 所以它是不带核显的，也就是说必须用一块显卡它才能连接显示器， 16G 内存， 256M2 SSD 加 2T 的机械硬盘，然后显卡是 5700XT，其他的也没有什么，价格最终是1372.94加币。然后看一下它的里头的配置啊，跟我原来买的这个3600Ti 的 G5 呢其实是差不多的，多一块内存，多一个就是显卡能多长了点吧，这显卡其实主要差别就是这个显卡，这个呢比较短一点，这个呢 570XT 就长一点，然后上的卡槽也是两块 SSD 的位置，然后只有一块自带机硬盘的位置，内存条呢有四个位置，只有一个 NVMe 的位置，好，另外一个是网卡吧，应该是那个应该是网卡，然后电源是500瓦，PCIe 好像有三个还是两个，这是 X16 的肯定，然后这儿有一个我不知道底下有没有，可能就没有吧，也可能有一个，不过500瓦电源你最多也就带两块显卡了，如果你接根延长线出来，三个显卡呢加个 CPU 可能500瓦就不太够了。好，那么咱们呢直接上机来看一下它的挖矿速率还有回本的时间。好，那么这个挖矿软件呢已经装上了，看到现在呢从刚才是52吧，由于开始这个录屏加上这个显示器呢是 4K 显示器，这个算力一下就掉到了45。首先说一下我的这个功耗和这个频率吧，就是打开它自带这个 AMD software， AMD Radeon software，然后打开之后呢调到这个性能这边有一个调整，你把这个电源调整打开，我调了减 38%， 也就是现在106瓦，其实就是软件显示113瓦，其实就是软件显示这个数字，实际的呢可能还稍微要多一点。然后 VRAM 调整， VRAM 调整到了1810，我知道有人能这个 570XT 能超到54、55，甚至最高的我见过有58的，但是那样可能是不太稳定，而且你要刷这个显卡的 BIOS， 我没有刷这个显卡的 BIOS， 我就用它直接的BIOS， 刷显卡的 BIOS 呢有一定的风险，大家要谨慎的操作。然后我现在就直接用它的这个 BIOS 呢能超到52左右，我就已经满意了，而且已经运行了一两天了，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这比较省电，只有110几瓦。然后看一下收益，收益是其实应该到10左右啊，现在刚才是55的，刚才是52的情况下呢这个收益是 0.115 以上 M 个比特币，也就是换成美元就是10美元每天，现在是5月13号，过两天呢就有可能会变了，对吧？他网上说的呢是，如果你直接挖 ETH， 看这些铺有10刀的、12刀、14刀每天，但是这都是在变的啊。这个你每隔几分钟查一次都会变的。然后用 NiceHash 的话呢，它就是每天是9点几美元。跟我现在其实差不多，我现在也是9美元左右吧，说明他这数还是蛮准的。这个呢就是他写的是11美元，这好像有点高啊，不知道为什么他怎么算的。这个是 Watermine， 然后这个是 MinerStat，
其实我用 NiceHash 的原因呢，就是它直接给这个比特币，我可以直接存到这个钱包里。比特币呢作为一个中长线的吧，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挖矿嘛，有一部分你需要每天都卖，或者是挑一个高点的时候卖，这样呢你能先把本钱赚回来，其次呢你再考虑这个长线投资的问题，对吧？我反正是这么一个策略。那么这台电脑大概是$1,100左右吧，就说，然后每天$10，大概是四个月回本啊，这台电脑还是相当不错的。当然这两天这个收益可能有点高啊，如果要是不算这两天，其他时间可能要8-9个月甚至10个月，不过我觉得也是不错了。作为一台整机，里头还有其他的配件乱七八糟的，甭管是硬盘 SSD 还有无线机箱，虽然都不怎么样吧，但是也至少值个钱，最值钱的就是这块显卡。好，那么这台 5700XT 的戴尔G5呢就开箱到此结束了。我是 Showtime Z， 咱们下期见。